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，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想干预。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，不管谁上台，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。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。这就是我们的底线，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。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，我们就支持谁，我们就跟他谈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谈，可以让步，让步给中国人吗？谁要是搞台湾独立，你就没有好下场。因为你不得人心，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，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。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，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？绝对不能。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、多少军舰、几个导弹，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，也不会打。按照你这种计算，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了。你不懂中国的历史，你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、民族的尊严。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，何去何从？切莫一时冲动，以免后悔莫及。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，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做出明智的历史决策。